just a prisoner of love, a prisoner of love. I'm just a prisoner of love, a prisoner of love.蔡子豪，今年20岁。今天有一场神圣的战役，为了我喜欢的女孩，我非赢不可。就跟之前讲的一样，输的就要离开。好，来吧。中医，现在。子豪，你看打球样子好帅哦。还好啦，我没发动我的超能力，不然更帅。什么超能力啊？哦，没有啦。说。同学有什么事吗？很臭你！不要再打了！走开啊！对啊，那我遇到坏人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会保护你。我们的超能力，一生就只能使用这么一次，一生只能用一次吗？但是为了守护你的笑容，我愿意。Ugh!